今天我又要得罪南宁的车商了，看下这台凯美瑞，看下这个车身油漆和发动机舱，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买车看外表的人就容易上当了。07年的凯美瑞，40000多块钱，三元催化竟然不是原装的，而且前者也是更换了一套。现在我们看到室内这个皮是不是很漂亮，但是这都是喷漆的。现在我们拉进去过来看一下，这个凳子已经老化，但前部是喷漆的，看到没有？这皱纹，还有这里，这都是喷漆的。这种喷漆的内饰座椅坐没有多久，半年最多是半年，它又掉漆又很难看了。最主要的是这个发动机还烧机油。上次我告诉你们，买车要怎么看发动机烧不烧机油，加油！看到没有，这已经冒很大的烟。我一直觉得一分前一分后，但这个东西人家竟然能卖到40000多块钱，你敢想象吗？看这个外观确实很漂亮，但这都是忽悠小白的。